南来乡纸板碟柜伫4月17号正式登场。今年公所第一届将纸板碟来结合石虎保育。林博士表示，最近几年石虎出现伫南来乡的频率是愈来愈高，伫去年都三届纪录。伫为着加深民众对石虎的认识，今年公所嘛特别举办石虎影音馆的活动，透过记录影片向民众来做介绍。同时，活动现场嘛有设置 DIY 体验。高校的学生表演等等的丰富活动。那来乡生态丰富，大部分民众拢来熟悉北势鸟、台湾高山啊、基本蝶等等。但是近年来，那来山区也来出现越来越侪保育动物石虎的行踪。为了更加侪民众会当来熟悉，公所今年特别将基本蝶柜和石虎的保育来做结合。过去大家可能耳熟能详，知道林内有八色鸟、有紫斑蝶、有猕猴，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云林县林内乡也有石虎。所以呢，今年呢，我们特别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林内乡浅山生态的完整。所以呢，今年我们特别举办这个石虎的嘉年华会。那么希望也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能够跟大家呼吁，生态的完整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。活动现场也特别设置了石虎影音馆，希望透过记录影片方式，让更加多人来认识石虎，同时来呼吁在地农民会当采用较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，共同来保护在地生态环境。希望说，除了呢，我们来推紫斑蝶器之外呢，是不是能够把石虎的议题也融入活动中？哈，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跟这个林内乡的一些合作，呼吁我们这个乡内的这一些农民们，我们尽量少用农药，尽量少用化学肥料，能够透过友善的农耕呢，让石虎呢，还有紫斑蝶在我们林内这块土地生长茁壮。对了，有到石虎影音馆的介绍，现场也有到乡农市集各校学生在个表演，以及亲子活动的 DIY 游戏。就是来参加这个大地游戏，然后他们先吹气球，就是一个卵，然后把它踩破，然后之后变成毛毛虫，再把它串起来之后，吹这个翅膀就变蝴蝶，非常好玩。所以有算一种算生态教育就对了。对，棒，就很棒。南里乡纸板碟柜伫咧4月27号正式登场，而伫咧28号后礼拜假日三天，也拢有着导览介绍、参观游戏、专业知识导览等等活动，邀请民众来当踊跃前来。记者江怡成报道。